其实刚才呢，这个七号姐姐提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您的第一桶金，啊，您第一桶金跟我们聊一下，挣了多少钱？就是您这个证书下来之后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奖励吧？发奖金了啊，发奖金了，应该。这个呀，比奖金重要。这个比奖金重要。嗯，因为我这个成果发明了之后，有人就跟当年的市长武迪生汇报了。嗯。市长就见了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么年轻，你能搞出这么大的科研成果，是谁帮你搞的？”认为您身后有高人，有团队啊。后来我说，那个院里没批这个报告，嗯，因为没有资金调动，所以我自己筹钱把这产品搞出来的，属于我个人的知识产权。他说：“你回答我，正面回答我问题。”你这么年轻怎么搞出来的？然后我就说了，我说我们家工程师祖传，你看我年轻，我在这条路上祖传走了20年。嗯，其实我发现啊，我们男嘉宾心里边对物质这方面是挺淡薄的，那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份荣誉和自己努力之后的这个成果。你说这样一个男人，他懂不懂得浪漫呢？接下来可以展示一下，要不咱们来一个命题作文。你为场上的一位女嘉宾现场即兴的赋诗一首，你选一下，我看你随便。对，你规划一下，你规划一下。这样开始了，今天要关键词就是你规划一下，你计划一下，对吧？这么的吧，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刚才嘛，那个文文说的是一号，但是呢，我想让你为四号姐姐做一首诗，这我们四姐，然后再为一号姐姐做一首诗。哎，咱得有个对比，是不是啊？你是想先为一号做，还是先为四号做？先为一号吧，按顺序来。先为一号啊！怕他跑了，怕他跑了。文文，你那话他听进去了？听进去了，别让他跑了。排序了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哎呀！哎呀！好，哎，你看那个，我们一号嘉宾高兴了啊！一号牙刷，一号姐姐，你应该配合他一下，转过去之后，然后回眸一笑，三二一，走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一号姐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给打个分吧，十分满分，应该打几分？十分，打十分，十分。哎，有话筒之后就不一样了哈。哎，这样来，四姐在这儿呢，即兴赋诗一首。我就这一堆一块，你看到了，你就是照着这样说。哎，心情啊，现在起伏的有点大。春风十里花如海，唯有一枝，我要求。哎呀，这是绝对现场即兴的啊！花如海啊，真花如海，现场的花海挺多啊，花海挺多。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场上的几位姐姐，大家觉得这个男人啊，如果能像我们男嘉宾一样啊，会作诗，你觉得他生活当中是不是就一定会很浪漫呐、啊，很有情趣啊？会不会？嗯，作诗是一种浪漫。但我觉得它是一种诗和远方啊，真正的生活当中不知道它个什么样啊。您今天只看到了诗和远方。对，而且我好奇他一直就是规划你以前的生活，就以后的生活你是怎么规划的？请回答。来，六号姐姐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了。我现在吧，在跟我孩子做一个跨国公司，属于父子产业，就是把我们国内的优质的学生送到国外去求学，然后我还是在国外负责照顾他们的起居和安全，等他们学成之后把他们送上飞机回家来报效祖国，我们在做这个事业。不是说说你的生活，那是你的，说白了是事业方面。事业，哎啊、得看遇到什么样的人，遇到什么样的人怎么去相处、啊、遇到强势的呢就少说话。你还挺知道进退呢、对，遇到可以好沟通的你多聊天儿、那遇到自己类型的你可能半杯红酒聊半天，这就很可能。这几种类型经营爱情嘛，都能接受，这几种类型你都可以。我对这个事儿吧要求不大啊，就是跟什么样的人都能生活，只是说生活的幸福程度不同而已。什么样人会让你觉得幸福感最高？谈得来的呗。谈得来的这个、那跟俩谈专利算谈得来，也不一定非得是在这个事业上天天去研究、两个人有共同的想法，共同的目标，有共同的爱好，这都可以啊。我就觉得他那个事业上我觉得有规划，这挺好。
生活上会做饭吗？我自己做十年饭了。自己做十年饭。哦，你做饭好吃不？给四姐这边也有要求，问问。这个问题吧，得你自己品尝好吃不好吃。对对，亲自去验证。对，关键是你做完之后你自己爱吃不爱吃，先说好。我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啊，要不我得饿着。你看那肚，那就完了。你看这肚肯定是好吃啊，自己都不得自己好吃不好吃你都得吃。那我估计我这人嘴刁，我估计是。你别忘了啊，咱们男嘉宾祖传的工程师。不是，工程祖传的厨师，工程师都是一个级别的啊，都是一个级别的。